合成作战实验是兵种与兵种的合成。实验第一阶段正式开始。论坦克水平，我一个点八。直升机是坦克的天敌，猫捉老鼠。结束了，开炮！ 老子记住你了！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也只对战场上的输赢感兴趣。谁才是战斗群的王者？蛮干那只是给别人看，哥们以灵活著称。靠外挂赢很光彩吗？来。 我要必须磕到你服我为止。死磕！你们俩就是合成的典型案例，合则强。什么时候他们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强者？合成这段实验就离胜利不远了。赢一起赢，输一起输，别看。 咱们俩算是朋友了吧？是经历过生死的兄弟。